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呢，今天呢我有一个人要访，要来采访啊，就是好像 Q&A 这样的。那等下你们就可以知道了。大家好，这集是 Vlog， 今天呢，我要采访一个 YouTuber 了。就是，为什么我要采访他呢？因为他也是一个 YouTuber， 所以呢，我可能就会问他一两个问题了，就很像 Q&A 这样。你要问我问题吗？没有。没有、啊。喂，有，你第一次拍戏的时候，我没有开始，所以他有问题问啊，我。一人问一题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啊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我先问你啊。啊。为什么你要做 YouTuber？ 我不知道。没有。心机来呀！突然间没东西做，我就想做一下，我做也不会红。对，我以前也是差不多像这样啊。以前我只是想要拍一下 set 罢了，可是现在一直拍脸。对。那现在到你问我的话，你第一次拍戏心情如何？那我就说我的旧切嫩好了，对，好吗？啊，肯定啦。我的旧切嫩呢，一开始其实我是 post sunset 的 video 照片罢了了，可是呢，我第一部影片就是那个阿怪 in play go play 嘛，那个真的是我自己用手抓的，就是上滑梯什么都是用自己的手抓的啦。对，因为还没有经验嘛那时候，所以呢就有点紧张，可是要给自己自信，懂了吗？嗯。所以呢，你做 YouTube 一定要有自信 ，OK？ 嗯。So， 我们今天这集就差不多都是。啊。你又想一人问一题问题 ，So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在我影片下方点下喜欢或者分享出去了，也别忘记订阅我。那如果你不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也硬点下喜欢或者分享出去了，也记得也别忘记订阅我。那，不要忘记去我的粉丝团追踪我了，对，就是我的 Instagram 跟我的 Facebook page 啊。后面的 outro 你们就可以看到了，我的 Instagram 和我 Facebook page 的名字、啊，也别忘记订阅他的 channel 叫 Albert Cool。 So 谢谢大家收看了，没可能的，明天呢，明天我会出现他的，我会出现在他的 channel 第一出露脸。那谢谢大家收看了，那我们下个 video 再见了， Sayonara， 还在丢